呦呦呦，我是鲁特。今天呢，我们来玩这一支在台服刚上市的英雄哦，蓝。那不得不说啊，鲁特今天在玩的时候呢，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多人买它哦，就是出场率并不高的感觉。因为一按进去的时候呢，好像都没什么人在抢。那官方呢，好像要把它要调强了哦，调强它释放完一技能之后的被动。那今天呢，我们对线的一个人是图伦哦。那这边看到，刚刚可以看到对面的蓝是走一个辅助的位置哦。那在草丛里面开了二技能，被晕到了之后呢，我们马上交瞬移，差点往生。那因为血很残了，赶快回家补一波。好，那刚刚说到官方有意要把他的释放完一技能之后的那一下普攻的伤害呢，给他调高。那我觉得呢，把它调高是，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啊。因为说真的，其实在玩中路的时候呢，好像伤害不怎么高呢。就算我招全部丢完之后，对面的血还是没有很残。好，那我们的龙马呢，哇，被多人围殴，就这样往生了哈。不过呢，因为龙马走的是凯撒路，现在凯撒路的塔呢，在三分钟之前防御力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先不急着上去补那一波兵。好，那这一场呢，我带的一个奥义呢是荒芜庇佑密咒哦。荒芜和庇佑不用多说，密咒呢可以加魔法攻击力，还有一点减 CD。好，那这边的龙马一复活之后呢，走出来，那我们开一个二技能晕到对面的苏，那苏交出了大绝之后呢，我们很惨了啊。但是幸好对面没有继续打我们哦。好，继续回到奥义的部分哦，我是出了一个密咒啊，那可以加魔法攻击还有减 CD， 那我觉得这是还不错的。那装备的部分呢，一开始我直接出了一个小法球之后呢，合上一个减 CD 的鞋子，然后再出了一个密咒之刃，就是蓝色的那一把刀哈。那我觉得呢，这个密咒之刃呢，我们可以越早出是越好的哈，因为蓝他一技能的被动就是释放完之后呢，按的下一次普攻会有强化嘛，那所以呢，搭配我们这一把密咒之刃呢，我觉得伤害可以提高更多，所以我们第一件装备我们就直接出齁。那出完密咒之刃呢，我们就直接出现在 OP 的恶魔的微笑，然后再合了一个鬼魂的呢喃之后呢，再出一个巫妖皇冠。那如果真的达到那么后面的话呢，再把鬼魂的呢喃合成混沌法杖齁。好，那中路呢，我觉得蓝的清兵呢怎么样？因为今天对到的是图伦哦，那可以看到刚刚我们的赵云呢，哇，蹲在草里面，那搭配我们一个二技能，刚好晕到图伦之后就这样往生了，之后转来上路呢，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书给他收掉，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大绝的状态，但是呢，对面的蓝鞋也很惨啊，那我们丢了一个一技能之后呢，再普攻一下赞尼尔，赞尼尔也这样往生了哦，对面直接死掉了四个人，那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死掉。比数来到7-1啊，算是一个蛮顺风的开局。那我们的战绩呢是一个103哦，三个助攻，说实在也是有点多。因为呢，我觉得我们的伤害在会战里面怎么样，爆发并没有说那么的高，但是呢，我们的持续伤害呢是蛮多的哦。蓝呢、啊，我觉得他在会战里面真的是一只蛮猛的角色，因为第一个他的一技能他是有可以有三个目标嘛，那二技能呢，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走位走得好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同时晕到很多人，再加上大绝之后那个补血也是蛮多的、啊、而且还有无敌状态哦，蛮猛的。那有机会呢，鲁特也会用它来走辅助好不好，那因为这一场呢，今天我们有人抢了辅助了，我没办法，就是只是这一场是我自己一个人玩的、啊、那没办法跟队友沟通哦，他就是要玩辅助，那没关系，我们就是玩中路，之后有机会呢再排辅助。好，那这边呢，我们龙马把对面的什么红给他吃掉了哈。那苏呢在狙击我们，他用了一个大绝往后顺，之后我们交了一个瞬移，免得等一下被他普攻致死。结果呢，龙马回到线上之后呢，马上被赞尼尔给他 KO 掉了哈。好，那我们这边状态非常的惨，于是呢赶紧的回家补血哈。我们的中兵哇有点可怜哈，就是没吃到很多波兵啊，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跑去支援呐、啊。打完一次之后呢，我们的血就惨了齁，于是我们漏掉了应该有两波兵啊，非常的亏。在我觉得在玩中路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把能把每一波兵都吃到是给他最好的齁。在清完现在线上的兵之后呢，我先看一下自家的兵线在哪里，再决定要不要去支援。这时候超人呢把蓝给他推回来了，那刚好我的大绝给他按下去了之后，就把对面的蓝给他杀掉了，这时候帮超人挡一个图伦的大绝。然后呢，因为我们的兵线已经过来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逼这座塔开一个二技能之后晕到图伦，那也接一下普攻，但是可以看到的是伤害并没有说非常的高，就是图伦大概掉了两格而已吧，哇，有点悲惨哦。好，那这边呢，我们的状态已经非常惨了，但是对面是勇啊，那龙马已经冲进去了哦，然后被对面的蓝给他晕到，幸好对面的蓝没有给他冲出来，
不然龙马可能会往生。那这时候呢，我们队友状态都已经非常惨了，于是呢转来中路看到书在瞄准，那我们一个二技能晕眩了之后开了一个大绝，但是这个大绝呢我觉得有点浪费，多开了没料到勇会这么痛啊。好，那打完刚刚那一波之后呢，对面的书已经死掉了嘛，那这时候我们就来中路晃一下之后呢，看到没什么事做，转来他们的蓝区准备要来进攻下路。但是这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上，哇，很多人在中路，那我们的赵云刚刚吃完了，哇，他自己一个人在吃龙，那没关系。这边呢，这个战尼尔，我们先开个二技能，刚好晕到了战尼尔。在开二技能的时候呢，我会稍微的比较注意走位一下，一定势必要让那个二技能可以晕到对面为主。那如果你觉得你今天二技能是很难，哇，非常难打到，有没有？你也可以拿来赶路啦，不一定要就是要晕到，因为我觉得蓝的一技能已经有缓速了嘛。那我们通常放完一技能之后呢，把它缓住了之后呢，再搭配我们的二技能，这样会更容易的晕到它。好了，打到这边呢，魔量有点残，先回家来补一波。这时候看到队友入侵敌方的蓝区，那我们就赶紧的从温泉里面走出来之后，跑过去跟他们汇合，不然等一下打起来我们就输了。目前呢，比数是来到14-3。好，那看到我们队友已经要准备开打了，我们就按一个二技能之后，直接瞬移进场，再接一个我们的大绝哦。那刚刚可以看到，我们大绝的补血量说实在也是还蛮多的哦，补了快1000啊，蛮猛的。那但是呢，伤害我觉得如果对英雄对敌方英雄的伤害可以再调高一点，那会是最好的哦。好，那打完刚刚那波对面死了三个人之后呢，这时候我们跑来上路先吸个上兵一下哦，不然我们的经济是有点惨的，因为前期被消耗太严重，有回家一两次啊。比数来到了17-4，我们战绩是20-11。我们的助攻数多的有点夸张哦，就是哇，根本都是没有人头，全部都是助攻，真可怜啊！这场打完之后，我们就称蓝为辅助型中路吧，就是根本是辅助，不是中路法师啊。好，那这边呢，准备来下路来打一波架蓝。这时候呢，哇，很可惜，我没有注意到我的大绝是还没转好的哦，差4秒，真的很可惜啊。于是呢，我就先按了一个二技能之后，直接冲进去。虽然晕到了敌方三个人，但是我们队友还没跟上哦。那等我死掉之后，队友怎么样才冲啊？所以呢，刚刚那一波是有点可惜。如果我有大绝的话呢，那一波我就不会死了哦。好，那这边呢，打到这边，对面的高地也爆了，那勇也把全部人都解决掉了哦。于是呢，我们就这样顺利的结束了这场游戏啊。好，以上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蓝中路实战解说，希望你们会喜欢。看完影片之后，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记在影片下方帮我按赞、订阅、留言哦。那喜欢我的频道的话，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每天都会更新影片，好不好？那还没追踪我粉丝团以及 IG 的朋友们呢，也记得要赶紧去追踪哦，因为鲁特呢基本上是每天发片的。那如果有时候比较忙没有发片的话呢，怎么样？我就会公布在脸书的粉丝团还有 IG 上面哦。所以还没追踪的朋友们呢，赶快去追踪哦。我们明天见啦，拜拜。